哟，旭毛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如麦发声。如果麦快发声，这种事，嘿，没错，又到了我们的70个月一次的如麦发声了。今天如麦发声是什么呢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挖木头吧，还是我们直接省略这次的步骤？武器，大家知道我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吗？没有错，就是斧头，因为斧头的攻击力高，而且你可以知道打一下去做一些迂回的战术。而剑呢，就是我们大家习惯的这样，这个剑好像没有什么用，而且攻击又低，虽然攻速很快啦，不过你知道，就是感觉知道没有两下打败怪物那种快感。怪怪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些怪怪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先做出一个熔炉，把这个铜矿，这个没有用的铜矿拿去烧，嘿，烧一下这个铜矿，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的铜矿巨剑。没有错，今天如麦发誓就是，如果麦块里面有所有矿物做出的巨剑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今天我们先做了一把第一把的巨剑，也就是铜所做的巨剑。铜在麦块里面没有什么用啦，所以就把它弄成了巨剑。我们看一下攻击力12，看这把巨剑，这才叫武器嘛！我们来试试看，打一下我们的。哇，直接给我20块烤羊肉哎！而且打下去会有闪电效果哎，哦，不愧是铜哦，铜就有这个召唤雷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第一把铜剑就这样做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升级我们的铜剑，那想当然就是要先去找铁。拿着我们的铜剑向下探险，这个是 1.18 的版本，所以矿物哦。这是铜吗？对，这是铜，所以矿物的分布会非常的奇怪，对，非常的奇怪，而且洞会非常的大、哦。我们看一下附近应该有铁了吧？怎么都是铜呢？有铁，我们来看打一下，应该一击必杀吧？一击必杀，哎，没有哎，没有一击必杀，竟然还是要暴击才行。嘿，哎呦，危险危险，我以为会直接把它引爆哎，看来不会。铁的话，我们要收集蛮多铁的耶！ Yeah. 哇，我们现在是挖矿之旅了，快点！我们的挖矿之神，请眷顾我，让我马上收集。这个也太危险了吧！让我马上收集。看我可不可以跳进去？嘿，好，跑酷天才，谢谢。一个铁，我刚看到了，好不好？这里一个铁。我们就可以拿去烧了哦，这边好多铁哦，我们边烧边挖好了，这样效率效率，我们这一集效率好不好？看我们可不可以 speed run， 怎么都水啊 ？speed run speed run speed run 挖铁哦，好，我们的铁也烧好了，我刚刚在上面也挖了一些食物，不对，不是挖了一些食物，烧了一些食物啊，烧了猪，烧了鸡，烧了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升级我们的铜剑了，把铜剑放中间，铁放旁边包起来，变成我们的铁巨剑。哦哟，铁巨剑长什么样子？哎呦，感觉我单手拿起来，我的右手一定很强壮。它的攻击有变吗？八。哎，怎么变烂了？怎么这样？我的铁巨剑怎么变烂了？不对啊，刚刚铜巨剑有12还是16？啊，怎么铁巨剑变成8？烂透了！哎，这个是降级，这个不是升级吧？搞错！但还是两下可以解决了，还能接受，还能接受。只要两下能解决的剑都是好剑。这个铁巨剑呢，除了可以打怪之外，我们可以拿它来。挖矿，而且挖矿还马上变成烧好的耶，像挖铁矿直接变成铁锭哎，哇，赚烂了！这个剑变成哎、欸，它好像只能挖矿，是时候可以做个我们做个水桶好不好？啊，做个水桶，安安心，安安心。不然我们等一下摔下去的时候，或者是要爬上去的时候，比较麻烦。有了，我们有水桶，水桶保平安。
接下来我们有铁巨剑，下一个大家想到是什么吗？铁巨剑的下一个，没有错，黄金，你答对了。这边也可以花哎，青金石，不过青金石好像很少用到。这边很多铁，我想要一些黄金，而且是不是没路了？哎，这边有那个哎，钟乳石哎，代表前面会有钟乳石洞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这是钟乳石嘛？钟乳石，哇！我们挖到一个海底，不是海底，地底湖哎，这叫地底湖吗？这应该不叫地底湖了，这个叫危险的地底湖，哈哈，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一些黄金，不过里面有点没有呼吸的地方哎，哇，这是一个洞。太危险，而且下面好像有路的感觉。哎，这边好像可以哦。哦哦哦哦，这边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没事没事。我有超巨超巨铁剑，超巨铁剑，超巨铁剑，太多枯工了吧？护射啊，护射一下。超巨铁剑。超巨铁剑啦！好，我们来到地哦，有黄金。我们来到地底湖旁边的洞穴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看到这种石头，表示附近可能就会有你知道大的洞，大的洞。我们黄金也要收集八个，这是不是有点难挖？黄金来了，九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做我们的。不是做升级，好不好？升级我们的巨剑，我们的铁剑放中间，黄金给它包围起来，变成我们的黄金巨剑。哇、哦，黄金巨剑呢、欸？怎么有人射我？先不要射我。我的黄金巨剑攻击力是八，一样是八，所以一样是八的话，应该可以两下。他好像不会打我欸 ，Hello， 他不会打我欸，他是朱布林蛮兵，所以他是保护我的吗？感觉是应该是保护我的哦，所以打败一只怪就会出现一只朱布林蛮兵，这个就是黄金巨剑的功力。哇，那这样我就不能挖了，我就不能挖黄金嘞。哇，我们现在进度还没一半啊，我们要继续升级，升级下一个是很难的。紫水晶，前面有怪物，快，保护我啊！我好害怕，是你根本没有保护我啊！有了，保护我，躲他，哎呀，攻击好高，还是两下，干掉怪物哎，他好像比我强哎，怎么会这样？紫水晶，哎、欸，白色的石头，那是紫水晶吗？哇，这个不是紫水晶，哇，这边是哪里啊？这边地形有点丑哎、欸，1.18真的很多这种扁扁的地形，蛮不喜欢的。怎么又有小僵尸？保护我，揍他，耶！哎，钻石，不对，怎么会有钻石？好啦。钻石，我们先拿到了一颗钻石，但我还没找到我们的紫水晶。紫水晶，你在哪？紫水晶啊，紫水晶，这个，前面这个，找到了！救命，保护我！朱布林先生，救我！保护我这个弱女子！嘿，救命哦！救命！不会怕，他没事吧？抓住他，耶！揍他！啊！等一下，揍他！谢谢你，朱布林先生。我们现在到底有几种可以升级啊？有了，紫水晶哦！哇，舒服。
我们要收集的紫水晶呢是这种方块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八个方块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我们的金巨剑放在这里，然后放紫水晶方块，哦，变紫水晶巨剑。哎，这一把剑好好看哦，越升级越有格调哎，这把好好看哦。好，所以代表我们应该是不能再升我们的猪猪了，我们猪猪应该打怪不会掉。那这个有什么用？你好，我差点叫他荧光水母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要出点水母了？官方荧光鱿鱼这个功用呢跟矿物有关，我们只要对我们的矿物按右键就会变成我们的砖。哇，不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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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富有了，大家我们发财了，耶、yeah! 发财致富靠这把紫水晶巨剑，变耶耶、yeah! yeah! 发财靠你了，耶、yeah! 金砖到手，哇，真的太，这什么金元矿，垃圾啊垃圾，送你好不好，送你，这是小费给你的。我们拿到这个紫水晶巨剑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找我们的钻石，这边也太多铁了吧，有够多铁的，而且铁的分布也太不均匀。钻石，等一下，危险啊，保护好你，不能让你烧掉。一个，哎呀，怎么才一个，有够可惜，所以我们还不够深吗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你一定想说，为什么羽毛要往上走，不是要挖钻石吗？对，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，我们接下来不是要钻石，我们接下来是要绿宝石，所以我们要往上走。我们来到了，哦，哎，好久不见的向日葵，哎，我们。哇，捅他！我们很少看到向日葵耶，那时候找向日葵也是找很久。我们往这个面向太阳的方向走，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希望啦。哎，有哎，有哎，虽然不在太阳的面对的方向，不过旁边就有嘞，水啦，铁匠铺，很赞。哇哦！再一个铁镐、铁鞋，还有一些金锭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等一下，这个煤矿换绿宝石，哎，黑曜石，然后更多的铁，15个煤炭换一个绿宝石，21个绿宝石换风力山。喂，这个很赞哎！哎，完了，还被铁巨人干掉！你怎么可以干掉我的？我的猪布林，啊啊！我绝对饶不了你！啊啊啊啊！对不起，大哥，非常抱歉，那个我先离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好，大刀好痛哦！竟然这边有煤矿了，我们就来挖一点煤矿吧。你好，村民你好，我想换。2、3、4，4个，我想再换一点，1、2、3、4，谢谢你，你又升级吧，升级嘞，哇，33个绿宝石换个钟，你这看我玩到啊，而且有铁嘞，有铁锭嘞，好，我们现在有8个绿宝石了，我们就可以升级我们的紫水晶剑，变成我们的绿宝石剑，绿宝石巨剑。真的越来越好看嘞，好帅哦！然后我们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做一个衣服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那个怪怪的东西打死了，好不好？以防万一，我应该不会再死掉了吧？好的，接下来呢，下一个呢，你猜要什么矿物？没有错，要钻石。那个，我这次剩2个，所以我们要往下，好不好？往下去继续挖我们的钻石。不过绿宝石巨剑有一个好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右键。
可以射出挖矿火球，哇，可以帮我们挖矿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挖不到了，这应该就蛮好挖到了吧？我不信这样还挖不到钻石，完蛋了，挖到了水，撤离撤离，换方向换方向，这个一定挖得到了吧？怎么可能挖不到？呀呼！这个不好意思，这边怪怪的，我们有挖到钻石吗？我们有看到钻石吗？有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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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颗欸，那我们运气也很好欸，我们要三颗，我们还要欸，如果要做装备再加上那个升级我们的巨剑的话是要蛮多颗的。我要进去向下探险了，完了，下面是机岩爆掉，不对不对，往上往上，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钻石了，耶，哇，我应该留一把紫水晶剑的耶，哇，这样挖好辛苦哦，这样挖好辛苦哦，感觉每把剑都要做出来耶，它这样升级的话，我们之前的剑都用，就是之前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十三个，有有有，这个高度可以，这个高度可以。好，我们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升级了吧，升级我们的巨剑好不好，升级巨剑变成钻石，哇，还有负掠夺钻石巨剑，而且我们要再做个钻镐好了，我们再做个钻镐，哎，舒服，钻裤，哎，舒服，钻裤，再加上什么，我们的钻石头盔，舒服，钻石头盔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的血鞋，哎，血鞋舒服。哎，整套装舒服。我们拿到我们钻石巨剑，而且还附魔附一个掠夺三哦，掠夺三哦，有点强。我们看看右键有什么功能？没有功能。左键是哦，它会变方块，左键。绿宝石，哈哈哈！哎，荧光石，哎，喂，太强了吧！水，它还变水出来，哎，哇，哇，哇，蛋糕，哎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哇，好吃 ，yummy 蛋糕。好，我盖了一个地狱门，然后还挖了十个黑曜石哦，以防我回来的时候找不到。找不到路回来，所以我们可以出发去地狱了。对，应该可以吧？出发。接下来我们要升级我们的钻石巨剑，需要什么 ？Hello， 这里是哪里？完了，这里是我不喜欢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哎呦哎呦哎呦，那么热情啊，那么热情啊，先不要这么热情好不好，有了有了，来来来 PK PK 接招，有了有了，炼感，哎呦哎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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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，不要送，我要你的炼感，有掠夺的话应该，哎，还说没有11根，我们要多一点，我们要多一点，因为下一把巨剑呢我们要用炼感来升级，所以我们要打多一点，基本的多少根，8根加8根，16根，至少要70根。好，我们有几根？24根，24根应该是没问题了。接下来不要不要不要，先不要射我。接下来我们要找，欸，找什么？找朱布林的家，或是安德的家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掠夺嘛，有掠夺的话，我们打安德说不定比较快。安德先生。找你找的好痛苦哦，安德先生，借一点珍珠，那个拜托，谢谢谢谢珍珠，谢谢哦，4颗哎，4颗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借珍珠环节了，那这边有点太过于残忍，所以大家先不要看，好吧，眼睛闭闭。好，我们打到了多少颗？
16加3打到了19颗中介珍珠，应该是算够了吧，好像借了有点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接下来巨剑，我们钻石巨剑接下来可以升级成什么呢？我们把我们的烈焰杆放上去，围圈会变成我们的地狱巨剑。哇哦，这个从原本的钻石变成恶魔的感觉，而且我有火焰抗性耶，我们可以在岩浆上走路，所以代表我们可以下去探险吗？有那么好吗？哇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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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猛哦！好，我们已经拿到我们地狱巨剑了。地狱巨剑接下来升级呢，需要我们在地狱里面最难最难找的矿物就是玉髓锭。不过呢，有这个应该蛮好找的啦，我猜，好不好？我猜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下去探险吧。我抗火的话，应该不用怕这些火焰吧？好，我们玉髓的话需要找几个？好像要找4个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。我还没有认真找过玉髓，你知道吗？岩浆一大堆火焰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希望炸一炸就可以炸出我们的玉髓出来，拜托拜托！大家的找玉髓的方式是怎么找的？一个一个慢慢挖吗？还是用什么 TNT 炸啊？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让我参考一下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找到了2颗哎！哇，原来大家在上面一点啊，啊，太下面了。挖到2颗玉髓，哦耶！我们炸了，超多区域，终于找到了2颗，好不好？2颗，这个玉髓真的很难找。我们等一下往上一点，差一点，我的玉髓就要烧掉了。Oh my god！ 我吓死我！有了有了，我看到了玉髓。果然我们哦3个哎，哇，这边3个玉髓哎，3个，然后这边也有玉髓，果然我们太高了，这边是2个玉髓，哇，玉髓太棒了，有了4个远古遗骸，好不好？远古遗骸，快走，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。Hello， 我在哪里？我怎么在地底？快，快，差一点。差一点！我们怎么生在这种地方？孤岛啊，什么可怜的地方啊！我好像什么经历了船难，然后突然漂流到一个小岛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不管那么多，我们先升级一下我们的巨舰。巨舰，然后放上远古遗骸啊，我们要先。弄一些黄金，对，我们要弄一些黄金，远古遗骸，然后地狱剑，然后再加上金锭，有了我们的玉髓巨剑。哎呦，变得更灰了一点，有点邪恶的感觉。哎，我下面直接变那个玉髓砖，太赞了吧！哇哦，完了，我没有木头，等一下我不能坐船等一下我真的没有木头吗？完了，白痴啊！我应该多弄点木头的啦。哦哟，金鱼不是金鱼，海豚也来为我加速了。我爱你，大家，我看到陆地了，有树了。哎，粉红羊哎，哇，我们今天运气是不是很好啊？遇到粉红羊，鞋子。舒服的，正式出发，粉红羊拜拜，再见粉红羊，送你一些玉髓锭好不好？你可以跟村民做交易，换一点草来吃。有了，终于哦，哦，到了，哎呀 ，OK， 完成，好不好？剩下其实。还有两把巨剑哦，巨剑的话要到中介才能做，所以我们出发去中介。
往上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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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找我们的中介龙先生、中介龙小姐，应该叫她小姐的，升级我们的巨舰了，需要中介18个围绕，用我们的中介巨舰。哇、哦，这个更好看呢，还是可以丢出去？哎、欸，也不行哎，哇！哦，我可以飞！哦，哦，等一下！我要拿着，等一下，我要这样子，这样我就可以飞了。喂、欸！耶、yeah! ！全部打掉，哈哈！你不能补血了吧？我可以补血。但是呢，我们中介还有一把最后的传说巨剑哦，我们需要沙子。完了，没有沙子，我们需要沙子。哇，这个前面怎么刚好有沙子啊？太运气太好了吧！做玻璃好不好？弄的玻璃瓶，然后装龙之吐息。我们去找龙之吐息，敢不敢吐口水？敢不敢？我先揍你几下，揍你几下。哎、欸，我会不会痛？痛！装！那完了，换、啊、边吐。我要龙之吐息，我要再揍你啊！我会飞！不要吓我，没事的，好不好？来就不得死，可以升级我们的中介巨舰，把龙之吐息放上去，然后用中介珍珠包围。有了我们的月亮宝剑，我们的月亮宝剑就这样出来了。看一下我们的月亮宝剑，哎、欸，超好看！右键可以射东西出去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右键射东西，哔哔，我的月亮之力，哇，中介龙都在喊痛，不要再射我了，不能自蹦他，在麦块也可以自蹦，耶，吃烂你，最鸡巴中介龙，拜拜！耶！好强哦！咦，这好猛哦！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 Room 麦发誓。如果麦块里面有超级多种巨舰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最喜欢哪一种巨舰呢？是不是麦块官方也要新增一个新的种类的舰了？不然一般的舰真的有点弱啦，你喜欢什么舰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Room 麦发誓啦，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的朋友请不要放弃 Room， 想要的帅哥的朋友放出便利带流行喽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